还不错，很漂亮这个画面。现在是8:30，大家吃饱饭了吗？嗨，我们先等待一下大家进来这个直播间的时间，然后呢，等一下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有非常多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希望大家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待到最后。好的，看一下，看一下。嗨，哎，有那个英文的账号，我们应该要 international 一下。那你先日文问候一下。日文，你刚不是说英文吗？我说日文，先日文问候一下。こんばんは、はじめまして。私たちは AKB48 Team TV です。耶！好，我来用中文。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V。嗨，请问你的英文 ？Hello, we are AKB48 Team TV。耶！有反应。Yeah, hello, 空包啊，你后宫就知耶。空包啊，好了，那我们还是。萨瓦迪卡。开始恢复中文的模式。哎、欸，好，没问题。那我们再认真的来自我介绍一次。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V。我是 AKB48 Team TV 的队长陈诗雅。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刘雨晴。我是林心耶。欢迎大家来到 AKB48 Group Asia Festival 2021 Online TikTok Live。 Yes， 这个名字非常的长。 Yes， 好的啦，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呢，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宣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待到最后啦。那我们呢，先来讲讲今天直播有什么期待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期待关于今天的直播？是我有听说好像要玩游戏，游戏你知道吗？自从就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我玩游戏好像都不太赢过，比较雷一点，不是雷的不是我，都是我的队友们。但你队友今天应该没有来哦。对，我是没有看到品涵。对，好，按雷吉有什么期待的？好吗？我有看他们上前辈们，对前辈们上一次的 TikTok， 对。好像很有趣，然后今天是难得三个人一起直播，对，而且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在 TikTok 直播，算是蛮新奇，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拍一些短影片，然后第一次以直播的方式跟大家见面。那希望呢，就是有 TikTok 的朋友们，如果看到这个账号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 AKB48 TV 哦。好的，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我就先来跟大家公告第一件事情。我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之前已经有在开过线上记者会跟大家宣布，就是我们暌违2年 Asia Festival 又要再举办了。哇！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一次会采线上的直播方式跟大家见面。没错。那其实呢，大家知道已经暌违2年没有举办了，但是我们前两次呢，我们三个都是有去参加过的。对。那你们要不要聊一下印象深刻的事情？关于前两次的 Asia Festival。那我先好了，好，你先。我还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去 Asia Fest， 然后去那个曼谷。对，曼谷第一次是曼谷。那时候不是有勇往直前吗？对。我们特别把我的那个 My Step 带过去。对。还那个跟我们去坐飞机。而且他是不是？不见了，他比较晚到，他比较晚到，虽然迟，但是还是有到，最后有到。但是我那时候练习的时候是用那个 BNK 那边的麦克风架，很重，超级重，比我们重了大概2倍吧，就甩起来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对。那时候我练习了超久，因为我很怕就是一个不小心就会到旁边的成员。对，但是超级害怕。最后幸好还是用了自己的。对，麦克风架，对，习惯了自己的麦克风架。那时候超紧张，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那那一集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上一次我们去上海的时候，第一次就是跟其他姐妹团的成员一起跳的那个 UNICH。对，你有参加那个啾啾啾，对，还有很多一起合作的舞台。算是很特别的经验，因为 Asia Festival 就是可以一次集结很多姐妹团一起在上面表演，然后会看到很多梦幻的组合，平常不会看到的组合都在那个演唱会上可以看到。那我的话，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上一次在上海举办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印象有没有深刻，就是我们一起全部举办了一个集长会哦，你们记得吗？那个记得，就是
很多个成员，不同姐妹团的成员，然后排一排，对，然后呢，可能你后面的可能是 JKT 的，前面可能是 BNK， 然后可能语言不是很通嘛，嗯，但是呢，大家一起接受击掌，有没有？然后那个粉丝从前面走到后面，他可能会经历很多个语言，对对对对对对，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我们很可爱，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好了，我发现好多那个 international 的人我看一下那个英文留言，这个我有点困难。上面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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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麦，有人说哦不是五妹，五麦，五麦，五麦不是好吃的，对啊，五麦也是上手。OK， 我看一下，哇，这留言很多都是，有点难以就是翻译的，对我有点困难，对对对，好。那刚刚讲到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其实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这一次是在线上举办，所以可能就是跟以往我们之前的经验就会不太一样。对对。那么，可是这一次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值得大家期待。那我们今天呢，就借由这个机会，由我们三个人来分享一下对于这一次 Asia Festival 的一些新的看点。好，好，上道具。哦。好的，来。那我们就从。累积先开始好了，还是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写，一起写吗？然后可以讲一下，但我们这样会不会写到一样的事情？默契，默契，默契大考验，这是第一个游戏吗？突然变成默契大考验了吧？对于这一次的 Asia Festival 有没有什么活动的看点？活动的看点，对，我真的觉得我们会不会写成一样的东西？就看你们是美女吧，美女，美女，上一次也是看点之一，美，当然就是重点啦。对，大家都是非常青春、可爱、漂亮的。对啊，而且每个那个姐妹团的人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嗯，我也觉得。对对对，像我们的话，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应该就是蛮可爱的。这问题是不是对你来说？对，因为很怕得罪。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蛮可爱的。对，大家都蛮可爱。嗯，没有我可爱不是我们专属啦。大家都是很可爱。对。你们那边雌雄，你们因为瞬间可爱卡哇伊。讲什么好像都，因为大家真的都蛮可爱的。对啊，那一集已经开始写了，是不是？我在写，然后我一直在想那个中文字怎么写。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写三种语言。三种语，我只会日文。那你写中文跟日文。好，还是你要画画？好，我画画。你这个哦，是这样写吗？对对对，我刚刚以为你写错字了。哦好，嘿，那日文你会吗？好，我可以大家可以猜猜看累积写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现在有点太难了。我看一下留言，累积的英文，累积英文不太好，对不对？累积，我跟大家讲，上次的 Asia Fest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呢，大家的语言其实不相通，但是呢，大家很奇妙的是，大家竟然都用日文在沟通。对，你不觉得很特别吗？很厉害，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不是用英文。偶尔会用英文，但是主要沟通的语言其实是日文。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怎么说，可能是毕竟我们的姐妹团，我们最大的那个源头 AKB48 就是日本，然后大家都是非常喜爱日本文化，然后日本偶像，所以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日文，所以最后虽然不会很厉害，但都会听得懂，都会讲一点点。然后大家第一反应都是こんにちは，不是 hello， 私はこちです。说泰文真的是蛮难。我们上一次去曼谷，其实有学了几句。我还记得一句，你是不是只会萨瓦迪卡？不是哈，我的 level 比较高。萨瓦迪卡是谁都会的，就是我 level 比较高。那你说你学会什么 ？Luck lang， luck lang， luck lang 是，我知道 luck lang， luck lang 是爱你的意思。对对对对，然后你是不是忘记？还有一个，要有手势，这个。卡崩卡不是口崩卡吗？口崩卡，忘记了，你干嘛都不记得？口崩卡，口看一下有这种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对不对？很想跟那个泰文的那边的沟通。对，口崩卡，我们会唱什么歌？我们会唱 AKB48 的歌曲。对对对，你们知道几首？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我们 TikTok 的账号，我们 TikTok 的账号就是 AKB48 TP。对对对，听不懂，对泰文的大家听不懂。对，反正就是考崩卡。然后上海的话，我们是不是有学几个上海话？有点忘记了。上海话太难了。对，上海话真的有一点难，所以我们下次，我们下次会努力，我下次再问一下上海的成员。对对对，我问一下刘面，问一下上海的成员，经常支持你们，谢谢。谢谢。是啊，昨天有洗头吗？有。
不要在这里提这种问题，我们要把这种事情收起来。我们是要保持一点安全距离。对，还有机会唱新型病毒吗？我很想哎、欸，很想，希望可以有机会。对对对，好了。好、oh, okay. ，这一集的写好了，我画的超丑。那你准备好跟大家公布一下吗？好了，你这个日文有点太简单了吧？我刚才想到英文的话，我要怎么写？哎、欸，那你写一下英文，快！我想看你写英文，快点，你写英文，你写一下英文。我们来看，我们考一下这一集的英文能力。趁现在装吗？哦、oh,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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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好，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好了，那我去哦。你去吧，去告诉大家你觉得的看点是什么。等等，等一下。阵容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可以吗？可以吗？阵容很庞大，阵容很庞大 ，so big， 阵容很庞大，你英文 so big， 哎、欸，我刚本来以为你要写说 too many people 是吗 ？too many people， 我刚才一直在想，结果你写 so big， 多等一下 ，so big 是哪一方面很 big？ 就是。Too many people in too many people in stage 人哦、对对，舞台很 big， 舞台很 big， yes， 然后日文是人がいっぱいです。哦，这个我们现在是镜像的状态是不是、我们等一下我看一下、要怎么弄啊，我们请 Lady 来研究一下。哦，这个吗？等一下哦，这样子。哦，他找到了，有没有？可以了，可以了，他等一下就出现了，等一下出现了。一二三，有了吗？有了吗？出现了吗？说 big 出现了吗？哦，大家有看到说 big 了吗？说 big， 他们也觉得很说 big。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OK， 耶、yeah. ，对，阵容很庞大，阵容很庞大。那你要不要详细的解说一下阵容很庞大是怎么样一个阵容很庞大？我现在有点不习惯镜像，哦，这边吗？这样我也不习惯。OK， 对对，这边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呢。可以可以。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就是人数很多，16个人，我们派了16个人。哦、对，以往我们上一次是8个跟10个，这一次的几乎大家都是派出比上一次还要多的阵容来参加这次的线上演唱会。对的，没错，没错。而且这一次呢，也比上一次多了一个姐妹团，就是 CGM48， 清迈的 48， 所以呢，真的是阵容 so big， so big， 很多人，many。Too many people, too many people, too many people, too many people.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次派出是我们四单的选拔，乌吼乌吼吼的选拔，乌吼乌吼吼，16位，乌吼乌吼乌吼。好了，谢谢林毅的 so big。OK， 换雨晴，雨晴的，你也要英文？这个实在是有点难呢、欸。英文有办法吗？不行，这个我没办法。拼不出来，拼不出来。我也拼不出来。这个不是，这有点难呢、欸。讲得出来吧？讲，我等一下帮你，我等一下帮你。我英文小老师，我等一下帮你。太棒了。但日文你有办法吗？哦，可以。我知道，我来帮你，好。语言小天才，好，雨晴准备出发。噔噔噔，一，我要是一二三吗？对，好，一二三，噔噔，找邓来还是哪一个？新科技。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办线上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很重要。对，因为是线上的，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往是在一个场地举办嘛，这次呢是你在一个频道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很多科技。对，新技术的部分呢，就是呢，像上次我们在记者会上面呢、也有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新技术，就是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突然间有气球啊飘在空中啊 ，XR 是吧？对 ，XR 还有什么？有 4D 的感觉，超级难的一个单字。对，还有就是有很多新的技术，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的留言呢会及时的出现在荧幕上面啊，对，就是营造出一种就是。演唱会真的在你身边举办的感觉，我觉得互动感很高、对，互动感很高，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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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道英文是什么吗？不知道，英文是 new technology。new technology。那你知道日文是什么吗？日文是阿达拉西。です阿达拉西。我觉得加上です好像都可以。技术好难。Technology 对对对，那我要写什么啊？我觉得就是，我刚刚不小心把我的答案讲出来了。没有，我们当初没听到。有吗？你还因为你要写英文啊，你要写泰文、啊。没有，我现在就是写，我写泰文。现在
学泰文 ，Kopunka， 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巴豆腰卡，那是什么？巴豆腰，被发现了卡，肚子饿，哎、欸，文字好丑、哦，没关系吧、啊？等一下我写，为什么？下面是要留白是？文字好丑，人生要留点空白。文字太丑，我就在这里公布就好了。我的字太丑了，来，一二三。念吗？一次，对，一次就是说你这一次的直播，线上直播，嗯，就可以跟很多个姐妹团一起交流。哦，对对对对，哦、这次呢就是一种，因为以往你看你在线上看的话，你可能没办法一次看到很多个，但你这一次你不用切换，就可以一次跑出很多个姐妹团，对，完全都不用动，你就在那边像看演唱会一样看，你就坐在那里。嗯，就会有各个城市各个姐妹团就跑出来跟你打招呼了，对，这是我觉得我的看点之一。对对对对，好的，要考新科技。那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棒啊？太远了看不见啊！我这个真的太丑了，真的不好意思出现。那你要去往前一下吗？你还是你帮他往前啊？我帮你往前啦。好，哎，谢谢雨晴。哎，这是雨晴写的，不是我写的，谢谢。这是诗雅写的，这是诗雅写的，诗雅写的，他写的。好的。谢谢雨晴，那么我们就赶快进行下一个主题吧，把下写的丢掉，丢掉，丢掉，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公告新的事项了。哦，有个看板，今天我们要公告的第二个事项就是，为了让啊，看太挡，会挡住我吗？不会挡住。OK， 我们为了要能够让这个活动更为热闹，大家更投入，所以呢，我们特别开设了 AKB48 Asia Festival TikTok 的账号。已经开始营运了，皆さん，已经开始营运了，开始发了，对，已经开始有 po 文，已经有一些很多精彩的影片了，对，嗯，那我们呢在 TikTok 已经开始举办了 Hello TikTok We Are AKB48 Group Online 的文化季，也就是说呢，我们 AKB48 Team TV 和48 Group 姐妹团的大家都会一起在这个账号上面做交流，我们会 po 出很多我们自己拍摄的短影片。然后呢，大家在这个账号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个姐妹团的成员在上面哦。那么这次呢，我们还有举办了竞赛，竞赛的部分，雷吉要不要来帮我们讲一下奖品的部分？奖品的部分，对，奖品有分团体奖跟个人奖，奖对 ，group 跟个人，个人没有忘记我讲，group 跟个人，个人奖。姐姐一片摇头，有五个分类，对对，五个分类。对，我们这次短影片上传总共有五个分类。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擅长的哦，是什么 ？Dance， 最擅长的 dance。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 sing， 唱歌唱歌。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哎，第三个是cook 啊 ，cook 你最擅长煮饭，煮饭，我比煮饭更擅长，我会吃啊。哦 ，eat 没有这一项，不好意思，煮饭可以自己吃。对，下一个，第四个是 fashion， fashion 就是展示我们可能法式 fashion 可能有很多嘛，嗯，不同的绑头发，可能是之前很流行化妆啊，就是看走秀的那种。哦，对啊，对啊，或是快速换装啊，对 ，fashion 有很多种啊。下一个 ，vlog 就是呢，可能有些比较哎，你们把它定义的分类，对，然后就是你随时记录自己的生活，什么都可以归类在 vlog 里面，没错，对对对。虽然呢，我们总共上传这五项主题，然后这五项的主题的前三名，前三名很重要，可以干嘛？就是有机会去想去的。想去的地方留学哦，开放留学，去姐妹团，你想去哪个姐妹团？哦，这个是个人的奖项对吧？对对对，这是个人的。团体上一起回去，全部一起留，一起留学有点太刺激。对，我们可能是要交换了。对对，那团体的奖项部分有什么呢？团体奖项部分赢的话呢，就会你的城市就会成为下一个主办 Asia Festival 的城市。然后呢，还可以演唱 Asia Festival 的主题曲，哦，这个主题曲，对，主题曲这个还没出现过，很重要，新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看到下一次 TV 主办的话呢，大家应该知道要怎么办了吧？就
就是呢，按赞，按赞，还有什么分享、留言、留言，没错，还有它的计分方法就是按用这三个去计分，对，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大家都要多多帮我们点赞跟留言哦。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个人奖是可以去海外留学的，对，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哇，当然就是，你讲。阿基哈巴拉，阿基哈巴拉，对，因为你刚好日文也很强嘛。对对对，我想说我去其他可能有点没办法生存。对 ，Hello， 泰文的部分就只会萨瓦迪卡，对，就要再重新学习一下语言。那雨晴呢？雨晴有想去哪个地方吗？哎，可是我很想要去 BNK 哎。那你因为你喜欢吃泰式料理，对不对？发现了，这么好猜，我就知道，这么好猜。不是，因为泰文真的蛮难的。对。因为我们上次去过嘛，那个字真的是不好学，看不太看不懂，对，真的完全不知道它在哪一段，很难猜，对，有一点难。但是食物是真的蛮厉害的，我觉得吃着吃着我可能就会了，会了食物会语言，你是吃食物为什么你会语言？我会问说这个是什么呀？哦，你交流交流交流，对对对对。这很重要。那我的话，其实我还蛮想去上海的。哦，为什么呢？就是不想学新语言。越大学一个新语言就是越花时间，这真的是原因吗？所以你去上海的话，因为语言相通，所以算是比较快就可以上手吧，对吧？啊，主要就是我上次去上海，我们之前去上海工作嘛，就是我发现酒酿团子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呢，我就是很想要再去。他也是为了食物，你们两个这样出去留学回来会。哎，不一定啊，因为我们都把它当成去玩，没有在留学的部分啊，你就是认真去留学，认真去留学，上进上进。好了好了，那么因为呢，刚刚有提到这次要举办竞赛，在 TikTok 上面上传短影片，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借由这个机会，好好的练习一下，练习练习练习。大家知道怎么拍出好看的 TikTok 影片吗？灯光要好，灯光要好，对，还要有创意。对，手机画质要高，画质要高，要清晰，人要可爱，有默契。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由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一起练习练习，也顺便让大家就是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拍的。然后呢，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跟留言。好了，上道具，噔噔噔噔噔噔。好啦，那因为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知道要拍什么题目嘛，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准备了一些考题，大家等一下随机的抽出你要拍摄的主题，然后呢，你就要去旁边拍咯，马上要这么快，对，其实拍抖音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一个，就会害羞，对，会想躲起来拍抖音，每次拍的时候都觉得很害羞，因为其实你要。TikTok 对，然后因为你会想要就是躲起来拍，因为你会觉得说别人都在你旁边看你，你会觉得我放不开，我不行，因为有些要很可爱的画面或者是之类的，装可爱装扮丑，对，扮丑。好了，那我们谁要先来呢？那 Lady 现在拿着他先抽吧。不然他抱着要干嘛呢？白老鼠，好，我先好不好？你先，我最是跟得上时代。对啊，你上一个年轻人。对，那我 TikTok 应该很厉害才对啊。等等等等，红色 up 挑战 up 挑战 up 挑战是什么？它是 dance， 它是跳舞挑战，它是跳舞。up 挑战是什么？我们等一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up 挑战，我们没有作弊，我们不知道。但它的分类，它其实是在 dance， 它在 dance， 所以刚好是Lady。我们先让 Lady 看一次 up 挑战，对，来哦 ，dance 刚好是 Lady 擅长的，对啊，你擅长的。那我们在这期间来看一下大家留言，我们给 Lady 一点时间。对，这也太难了，很难吗？很难吗？哎，幸好你抽到哎，对，不然是我们两个都完蛋了。太感谢，太感谢 ，Up 挑战。哎，观众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跳，所以你跳错应该也没关系。对，你只要拍得出来就好了。对对对，哇哇哇哇！左手噔噔噔，嘿嘿，我感觉到他在着急了，他着急了，完了，这我完全记不住哎，噔噔噔噔，这么激烈吗？这么激烈？什么？这么激烈？出了一个超难的，要不讲话？我是要，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风格，哎，还是我们先抽，然后让他练习。好，那你先抽下一个。
是谁抱下一个？谁？你先抱下一个。好，哎、欸，里面很多颗球、欸，哎，好可怕！不要跳舞，拜托。你先抽下一个绿色，哦，绿色是绿草是什么？哎、欸，等一下，我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呢、欸，啊，三个人挑战，是三个人的挑战，然后一样是跳，欸、这个我想跳哎、欸，而且是他的名字很可爱很特别，他叫叫鸡舞，我知道 ，boogie 的那个 boogie， 哎，那你等一下，他说只能一个人去看是吗？一个人看影片，然后三个人要一起挑战，你的也是 dance 挑战哎、欸，对啊，我们都是 dance 挑战，希望里面是不是只有 dance 啊？换我，你要小心一点哦。跳街舞 ，My God！ 我又是 dance， 我们可不可以重冲？哎、欸，里面是不是只有 dance 啊？检查一下。我觉得要重冲，我们要展示多元的，我们要展示多元的面向给大家看。对你这样可以吗？就收回去。哦、，special，、量身高，这很适合我哎、欸，我很久没量身高了。你会不会长高？听说你刚过完生日，我的几米多几寸？搞不好我豆 Q 有没有豆 Q？ 太快，还没到那个时间了。那我是这个挑战，你的是叫鸡舞，那林玉馨的是 up 挑战，大家期待一下林玉馨的表现。林玉馨准备好了吗？他还在摇头。太难了，是不是？不如我先看一下所谓的叫鸡舞是什么。可是他要先拍，你要先拍吗？要先拍吗？你现在记忆力旺盛的时候，记忆力不太旺盛。你是一个人吗？需要我们去帮你拍吗？需要人。那我帮忙好了，去帮忙拍一下。那请问您喜欢哪一个方面的角度？我都方便。你都方便是吧？反正对。不好意思，帮我的叫鸡舞拿。我有其他刘雨晴的叫鸡舞。不是啊，你们要一起，你知道吗？ Oh, okay, okay, 我只是看影片的那个。我绝对会忘记。没有，我跟你说，你可以重来，可以重来。我们没有那么严格，就是要一次成功。我们可以重来。请问您想用什么滤镜呢？用这个就好了。哦，这个是原本的。哦，这是原本的。哦，对，原本就长得很好看了，对吧？哦，没有问题。我已经忘记了。这个太低吗？你已经忘记了，怎么办？忘记了怎么办？要不要再看一次？要不要再看一次？好光的，到底多难这个？不然穿出来别掉。我不要，不要！他刚刚是左脚、右脚上面的，我真的觉得他很难。我觉得，但他是我们这边最强的，我觉得最快比吴侯还难。真的我看不懂。可是，我跟你说，可以放慢跳，你要不要放慢跳？不是，这已经是进不进的，除非有人放着帮我。不然你跳一次。你失败了，我再让你重抽下一个。就至少要做好，然后给大家看。对对对，还是在前面帮你放示范影片。我希望如果可以放，可以的话帮他放一下示范影片。OK， 那我们要同步按是吧？好，会不会比较好？还是你们如果都不行，我可以先量身高，没关系。还是我们现在一起学叫鸡舞？可是他不是有记印象深刻吗？你现在有记忆点吗？我今天没有记忆点。你现在没有记忆点？他已经下班了。下班了。TikTok 才刚开始，你怎么就已经下线了呢？还是我们要先看一下叫鸡舞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好了。我觉得叫鸡舞应该蛮有趣的。叫鸡舞，我想是不是三个人都学鸡啊？刚好大鸡中跟小，母鸡跟小鸡，母鸡带小，母鸡带小鸡。OK， 好。那么我们等一下 Lazy 的示范影片。对，你有信心吗？不然你跳错就直接跳乌吼，你觉得怎么样？好像还不错。还是你把它变成一个乌吼的影片。不要管他什么 up 挑战了，你直接信心冲出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那我帮你拿着，我帮你拿着示范影片。好，我帮你按。这是音乐，我看着他拍是吗？我看着他拍。对，我帮你。我音乐可以一起同可以同步吗？会不会太累？我拿这个，你拿影片。好，我来。我拿影片。我们这样应该不算偷。我要怎么帮你帮助你好？我觉得我要在这边。再看一次。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Lazy， 这样子，这样子可以吗？以这个画面是不是蛮漂亮的？等一下三秒计时，怎么开？重新开始啊！我觉得那个 TikTok 很棒的地方，它前面会有三个，就是三秒或十秒，可以自己选前面开始的时间。OK， 而且滤镜很好看。而且你可以就是自己设定自己喜欢的，可能就是脸部修饰啊，或者是妆容。你知道对女生来说非常的是福音呢。重整一次，可以吗？那就不得死。OK， 好，你说开始我就按哦。好，我看着来讲。可是我要前面先预三个。好，那你先按我跟着一起。三、二、一。啊啦啦啦啦啦！嘿嘿
比个赞，加油加油，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可以啦可以啦，太可爱了，不行用了，我先存起来好不好？太可爱了，先存吗？看一下，我回去再练练，回去再练练，回去再练练，可以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大家说什么，可以可以，我觉得很可爱的画面。有人说是灵异的噩梦，可以啊！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突然要我跳，对吧？算了算了，我们等一下我们换一下一个叫鸡舞，叫鸡舞。哎、欸，我好好奇叫鸡舞是什么？叫鸡舞，哎、欸，只能你看示范影片，对，你去看示范。我要这样教你，教你们是吗？你看，你先看。我好紧张啊！如果我学不好怎么办？不会放出来吗？他这样要这样子，要这样子的。我们等一下会再重新整理，之后会放出来给大家看。对，叫鸡舞。有人说很可爱、欸，有人说很可爱的已经。我刚刚跳那样可以吗？你、欸、不能看，只有我一个可以看。你在那边偷偷来。哎、欸，其实很简单、欸，很短，它只有两个动作。哦，我们要一起做吗？应该是要一起做。那我要在前面吗？你不能看呐、啊！哎哎哎哎，真是的。我站中间。啊，你站中间，那我朝这个方向。你不，我们朝这个方向，然后我站中间。站这方向吗？然后李欣站这里。哎，但是我是最后一个呢。没有，你先开始啊！你先开始。哦，所以你看得到我的动作。啊，对，我要看你动作。起床。哎，那李欣，Wake up！ 你可以先跳一次，是不是？对，哎，不是，我会直接做动作，然后你们应该要跟着我一起做。我们要跟着一起做。对，主要下意识反应。但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吧？就对这边。对这边。好好好。对这边，对这边，对这边。那请姐姐帮我们拍。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就好了吗？他跳什么，我们就跟着跳。我们就一直这样就好了吗？嗯，我们跟着你做吗？不一定哦，有一些变化。我们跟着你做，有一些变化。你跟着他做。我觉得那个音乐可能要大声一点。对。好，叫鸡舞。OK。我们亮点吗？嗯，可以。姐姐帮我按那个三秒倒数。跟着牛雨晴。我现在是鸡雨晴。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他真的长这样，可是我好像快了快了四拍，脖子的部分，我觉得我很传神，还有那个鸡的那个，他脖子很厉害，还有鸡的那个特效吗？帮我上一下。大家说什么？他后置可以弄很多东西耶、欸。没有，反正到时候我们会把影片播。刚我可以先后置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个蛋啊，或者是。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雨晴在前面，一些黄色的画面。对对对对OK， 大家都是很可爱耶，对吗？可爱，而且、欸、我那不认真，我超认真的，好不好？哦，你偷啦！我很认真啊，我等一下你们看影片就知道我非常认真。OK， 这边效果了，这边效果不错，效果不错，好好好，那换我下一个了，是不是？你要是量身高，我的是量身高，量身高是怎么样？怎么量？我看一下影片，我看一下影片。我没有偷懒啦。我们两个看了有没有？我看一下影片。我的脖子很灵活，你知道吗？我脖子其实蛮长的。哎、欸，你量身高，我可以量脖子的长度。我也可以有，我跟陈思雅比起来有点蛮，应该也蛮长的。还是我们两个脖子加起来可能就……哎、欸，我没说话。对，没有对。没说。哦，思雅摸鱼啦，大家都这么说，认真偷懒。重头戏来了，量身高。Hello, we are AKB48 Team TP. My name is Yuqing. My name is Lei Qi. Yeah, yeah. 我是泰国人。现在中哦、oh, ，Hello, Hello. 我包太重，他应该来拍拍看我们的上下我包。可以吗？可以吗？量身高，哎、欸，有点不会动哎、欸，卡住了。还是我自己要去想怎么量身高。可能是啊，有有有有有有，可以啊，一起看一起看。可能就是，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嗯，我看一下，所以，哦，这是一个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就是需要一面墙吗？不用不用，我在就是这个是这样子，就是呢，传说中就是你的双臂伸展出来会是你的身高，所以你要。我等一下双臂这样伸展，然后你要帮我量我的，你要这样子，然后会等于我的身高。哎、欸，那我穿高跟鞋。对呀、啊，这样会准吗？突破盲点了。我们量一下就知道了。怎么样？好、啊，我们来拍这个，我们来拍这个。哎、欸，那你也要量哎、欸，有每个人都要量。哦。就是我也要跟着量，是不是？那我先量，我先量，我先开始，我先开始。啊，还是我先，然后你是后面重头戏。
等一下，那我量就好，我量就好。啊，好，你量。脱掉。那你去吧，他们叫你脱掉。那脱掉。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真的叫我脱掉了。哈哈哈！脱鞋，真的叫我脱鞋啊！不要。他们说要你下。偶像不脱鞋的好不好？下楼梯啦。这样子会身高，我们来测试看看穿高跟鞋会不会有影响。欢迎拿到 B1。对，我不要。我们先拍穿鞋子的，看有没有一样。好，我们有科学实验精神。可是这样子的话，你的手就会比你的身高还长。那我觉得没有比较好。我觉得没有比较好。那我脱吗？不要啦。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就是大概差距多少。还是我脱一只脚就好。我觉得先量先。好，先量先量，来来来，我怕你跌倒，我给你绑到。怎么？等一下，计时器。那我要先。你先要不先装个可爱？然后我再这样。哎，这个根本在考验我的腰力哦。发现你，我这腰部，这个在考验我的腰力哎。Oh my god！ 我先暖身一下。OK， 你在大家暖身的时候，我先看一下大家觉得他腰力好不好。我先暖身。脱啦，哪次不脱？我们很少脱鞋子呢，因为这是你知道偶像的身高跟那个刘海一样。你们知道穿高跟鞋，穿高跟鞋很难拉筋，就是因为很远，就是比想象中还要远，超痛的。好，我好了，可以了。好，确定？确定？可以吗？可以吗？所以我先噎一下。好。来，还是你要直接量，因为我怕如果你再噎太久，时间不够。哎，那你要帮我挡住那只手哦，就是你要雷吉上，雷吉你要帮我拿这个，我要挡，你要用量角器，我这样子，然后你就要把，你就要顶着，对对对，好 ，OK OK OK， 好来来来 ，OK， 好好累哦，这个这样可以吗？来吧，好，准备了，一。好嘛，有什么东西？哎，有没有礼貌？不要不行，我要脱鞋，这个东西要脱鞋。好矮哦，他超矮的。等一下，但是我觉得扣掉高跟鞋不好像穿不脱，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哎。不是，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可以吧？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影片很棒，不行，我要脱鞋子吧？哎，这影片很棒，我行。大家，我们要认真的。测量一次吗？要，我们要实验加精神。不要，不行，我们不用了，就这样子。你刘海都乱了。我好累哦，而且林雨欣刚才说好矮，有什么意思？超级没礼貌。不是，不然大家就是童言无忌，童言无忌。超级没礼貌哎、欸。岁岁平安，童言无忌。我在一个这个 HRFS 的那个宣亚洲的那个场合出，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很矮这件事情、啊。没有没有，听得懂的只有两个团，就是 SH 跟 T、哦。他们听不懂。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没关系。我们家很矮的意思是透透透。反正呢，我们等一下呢会整理一下我们刚刚拍的影片，还有我们的心情。对，然后我们会可能修饰一下。对，那我们先重新做。那我们要不要再来拍一个？再来拍一个吗？因为我们刚刚拍的，感觉刚没有展现出我们的实力，是吗？我觉得怎么好像哎、欸，可是不要都是 dance 啦！我拍一个，然后 dance 我们就放回去。噔噔 ，dance baby shark 挑战，哎、欸，这你可以吧 ？baby shark， 哎、欸、，baby shark，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 ，baby， 确定就这样吗？我不确定， baby、我们要看示范影片。等一下那个 baby shark 是别的怎么办？哎、欸，你想，难不成什么大鲨鱼哦 ？baby shark， baby，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是 baby shark 还是 mommy shark？ 哎，如果这个很简单，我们三个一起拍 baby shark， 可以，好不好？好不好？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哎，他人很多哎，怎么又是这一群人啊？他们不要。哎哎，有点难耶，有点难耶，这跟我知道的怎么不太一样？跟我当以为的不一样哎，对啊，这太难了，这不是我们想的 baby shark。我们再看一次。我们记一下动作，对，下下爱心，下，对，爱心，下，对，对对对。哎，请问我们要跟他相反小屁股是？随便啊，随便。镜像好了，对。不，怎么换？你一直换，我们看不到。哎，我知道怎么了，我整理好了。我跟你说，刚不准你跟着看。我跟你们说，就是先这样这样。爱心，等一下，你帮我换。爱心，爱心，然后双手，双手爱心。撞撞，咬屁股，咬屁股，出去，拿着回来，
左手还是右手？我们统一啊，我们先左手开始。左手，我们左手。左手，双手，噔噔噔，摇屁股，已经开始了。六七八，一二，哎，这个先往左边，这个是往左边，然后左边，左边，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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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应该可以啦，反正试试看。好好累哦，好累啊！反正刚刚我已经做过那么多特别事情了，也不差这一个。那左手，哎，你在中间，你在中间，什么？你要记得比较多。刚不是你说你记起来的吗？哎，对啊。好，我在中间，我在中间。好，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干嘛？这样啊。会不会有那个遮光的问题？技师，你要不要这个位置比较好？因为我们的光好像会有一点会。好，我们来这里，我们来这里，这里。OK OK。左手先嘛。标签叫做拉荧幕，拉荧幕，对对对对对对，拉荧幕。
移动视觉这样。但是呢，反正我们等一下会整理好之后，我们会传上去给大家看我们刚刚拍的东西。对，但是我们可能还会再修饰一下我们刚刚拍的 TikTok。对。拉荧幕效果拉满，没问题。我们等一下就来拍一个拉荧幕的。我们就是成为就是先驱，先驱，我们会创造一个新的 TikTok 先驱，新的那个 hashtag。对，大家可以，可是这样有点难拍、欸，因为需要有一个人，就是有个自拍感。需要合作。对，我们可能需要四个人。OK， 看一下大家，其他我们上传，谢谢大家。好的。大家说我们很累，我很喘，是只有他啦。我不是很喘，我是刚刚那个拉筋有点太费力了。对，所以不是跳舞，是拉筋。刚刚只有这样。好，所以呢，不管怎样，就是大家一定要多多帮我们的点赞、对，留言、分享。在我们那个 A 加 Face 账号里面，我们 TTP 也会多多上传我们的 TikTok 影片、然后大家也可以在上面看一下各个姐妹团的影片，认识一下大家。然后之后参加线上演唱会的时候，就可以认识很多，一次看到很多认识的姐妹团的成员。没错。那么今天的直播呢，差不多快要到最后，但最后呢，时间很快，我们是玩太久。对，我们刚拍了一阵子。对。但到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哦。小道具，哇！我们蹲了，6月27号 AKB 不 AKB， 我们前面把音乐占满。6月27号，我们 AKB48 TTP 即将进行现场演出，耶！以及我们6月26号还会举行 AKB48 TTP 全员的前夜祭现场演出，哇！详细情形呢，之后会在官方网站上面公布，请大家密切留意啦。耶！好，我们要回来了吗？好，要回来吗？要，回来。对，这个现场演出呢，就是非常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疫情就是控制的很棒，对，所以呢，我们就有机会呢，可以在现场跟大家见面，有一现场见面的机会，对。那么到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形式的表演呢？大家都请密切的等待我们官方上传最新的消息啦！只要搜寻 AKB48 TTP 都找得到喽。对，大家再次确认地点看不清，上面有地点吗？三创生活园区、欸。对，这个是蛮小。那你再去前面一下，你再去前面一下。可是垃圾哦。来，这边。三创生活园区。你来，你听久一点，让大家看一下。三创生活园区就在我们平常会就是表演 reset 的隔壁啦，对，附近啦，6月26跟27号。大家给大家多点时间看一下这个板板，欢迎截图，欢迎截图。对，我有点就是那个镜像这样子，是不是不知道左边跟右边？怎么样？大家有看清楚了吗？我看一下留言，看清楚了吗？期待起来，对，详细情形呢之后官方都会公布，请大家密切锁定哦。耶！谢谢大家都看清楚了哈。好的，那么就是期待六月跟大家见面的日子啊，以及跟各个姐妹团们在线上见面的日子啊。对，那么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今天来收看我们的 AJR Fest 的直播，那就是最重要就是 TikTok 的活动已经开始了，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耶！别我，你已经讲完了。我刚刚什么？我应该先，然后我自己先讲了。对，不好意思，抢拍。OK， 直播辛苦，谢谢大家今天来收看，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这是一个美丽的画面，你知道吗？怎么按呢？还是我们再玩一次左边右边？我们要拉荧幕是不是？我们拉荧幕吗？我们拉荧幕吗？所以拿去这边吗？再往上吧。你按到滤镜了，你按到滤镜了，我按到滤镜了。左右边可以换滤镜。怎么按掉？怎么按掉？哇，这个关，这蛮漂亮的。这关。